或者我哋安排局長喺個香港背景度，同四大商工隊長欣賞下。我哋今日就有多倫多主要嘅報紙啊，有幾個主要嘅傳媒都嚟咗啦。咁就電視台，我哋有 Omni TV 啦，呢度有個 multicultural 嘅好多種語言一個電視台啦，有多倫多網上電視啦，啊，咁就仲有唐電視啦、白林電視啦，啊，咁就另外咧報紙，我哋主要嘅啊《星島》《明報》呢位小姐《明報》嘅啊。《星島》《明報》同《世界日報》都喺度啦，要仲有北辰網係一個即係幾好 popular 嘅一個網站，好多好多 media 喎，好多 media。係啊係啊。啊，咁首先嗱，我哋開始之前，俾大家發問之前，或者聽局長講一講佢呢次北美之行嘅主要嘅目的啊，嚟到啊去完美國之後，今次嚟到加拿大有啲咩想做啊？有咩主要嘅 message 想俾大家？好啊。就呢個 trip 咧，都係我哋都係最主要目的係同呢度美國啊、加拿大嘅政府監管部門同埋商界啦，即係一個見面啦。咁最主要係我哋係去一方面咧，我哋係想了解一下啊，即係美國同加拿大而家經濟情況啊，業界所碰到嘅一啲問題啊，佢哋喺而家即係全球嗰個金融海嘯之後。所以見到一啲問題。咁另外咧，我哋都係趁呢個機會間推廣香港啦。咁無論我係見政府嘅部門啦、監管機構啦，或者係本地嘅商界啊、美國商界咧，我都係會即係講下香港最新嘅經濟情況。我哋而家嗰個金融市場嘅發展情況啊，我哋有啲咩嘅機會啊？咁當然啦，喺政府層面咧，就是、關心嘅嘢係啲國際上一啲即係監管嘅問題、政策上嘅問題。咁去到即係同啲業界溝通嘅時候咧，佢哋關心就香港而家嗰個機遇喺邊度？香港嘅商人點樣嚟香港可以尋找一個機遇啦？香港而家目前金融嘅發展係邊一度啦？有邊一方面嘅進展佢哋可以參與啦？咁呢啲係好嘅溝通機會嚟嘅。咁所以我個行程就唔係好多日啦，喺美國兩三日到啦。咁喺多倫多就係今晚同聽日一日。咁就希望爭取呢個時間咧係。不同的團體咧，係見面啊，做咗節目所講嘅事情。咁最當然聽日一個比較重要啲嘅一個事咧，就係聽日全日咧，其實嗰、那個聽朝早啊，唔係全日。聽朝早咧就係、是、香港交易所，即係 Stock Exchange Hong Kong 咧，就係有一個咧係一個 event 嘅，佢就喺嗰、那個一個 mining conference。即係好多關於嗰啲能源投資啊 ，mining conference 嗰度咧，一個大會裏邊咧，我哋會有個環節講香港嘅金融市場。咁我哋咧係覺得咧係香港金融市場而家嗰個進展咧，喺嗰、那個礦業方面咧，係個 mining 嘅樹方面咧，係有好多新嘅啲機會。